除旧布新、迎新春，各乡镇市清洁队也出动大型垃圾清运的协助工作。县长徐正卫会同环保局长逐一访视并慰问全县乡镇市的清洁队。瑞穗乡公所也顺势宣导农历新年清洁队垃圾清运的措施。乡长吴万德也希望民众多加配合。谢谢县长。除旧布新，迎接农历新年，各乡镇市清洁队也配合家户的大扫除，提供大型垃圾清运服务，另外也展开各公共设施环境的清洁维护以及防疫工作。县长许正卫体恤清洁队员们整年的辛劳，赶在年节前夕逐一访视全县乡镇市清洁队，慰劳队员们的辛苦。好，清洁队在不在？在。忙不忙？好，累不累？不累。苦不苦？不苦。一早八点多就从花莲南端的富里乡开始，县长许正卫往北一路视察慰问各乡镇市清洁队。县长许正卫寒暄问暖，也颁赠年节礼品慰问鼓励清洁队，场面温馨。影响，那也会影响他处理的效率啊，处理的经费啊，处理的人力啊。好，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分析发出一桶之前再发出一桶之后有什么差别，那它可以减下多少的多少的处理时间、人力、这些经费，这个都还是要计算，所以麻烦队长这个可以先去稍微通知一下。好，谢谢。荣获全台最干净城镇的瑞穗乡也配合农历年节调整全乡垃圾清运的时间，希望大家多加配合，一起度过一个干净的兔年。过年到啊，咱公所的垃圾有要调整哦，过年初一、初二、初四无要收。今年农历春节假期长达十天，年前以及过年期间，各乡镇市公所也都发布垃圾清运的时间及措施，也请乡亲民众多加留意，共同配合。记者史玉兰，瑞穗采访报道。